我问他一个感情的问题。你什么星座？狮子。狮子座啊、哦，嗯，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主观？会。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暴躁？霸道？会。然后很暴躁，很容易暴躁。就事论事、啊。对对对，什么叫就事论事？讲那么好听，就是那种自己就是标准都不能调嘛，就是这硬邦邦。好，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哦，你会希望就是说他一定要往对的方向去发展，然后给他很多步骤的那个训练吗？你会希望这样对小孩吗？我会让他在错误中学习成长。为什么要在错误中学习成长？成功中不能学习成长吗？可以啊，可是跌倒了之后才知道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让他自己去感受，而不是一直告诉他这样。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跌倒不是我的错哦。是环境的错哦，是爸妈下指导棋的错哦，会不会这么想？那就是爸妈给他的观念啊。是啊。对啊。你觉得说教育孩子给观念这件事情，对不对？有没有风险？比如说，万一你把对的这个你觉得对的是一直要他接受，然后你都不会怀疑说自己的某些观念在某个时代可能价值观又不一样，会过时。人会随着时间价值观不同是对的，可是呢，告诉他，可是他未必我这个方法就是永远是答案嘛？对啊，他可以创造更多啊，第二、第三条路出来。我要问我想要问的问题了。如果你是他，如果你是到了，你就问最后一个。如果你是他的老婆啊，那、啊、他这个年纪了，那你会跟他提说我们分手，对你没有感情了，我们分吧？你会提吗？对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他不是二十几岁哦，他二十几还可以去找别人哦，你会讲吗？会沟通。沟通的意思是往离婚的方向迈进吗？是这样子吗？因为你不想跟他生活在一起啦、啊，你会觉得不忍心而不提吗？可是我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是啊。对啊。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哦。因为可怜你而留下来，你会舒服吗？还是说不见得？还是说这个样也好？不见得。这个可怜留下来的这个出发点啊，如果他后面有一部分是我其实我愿意的，是，那我就不会这样觉得。因为他如果对我有一点照顾，哎、我可以回报他很多，我就不会觉得说他很可怜。我觉得老一辈的想法大部分都很像哈、哦，应该是跟高大哥很像，你的想法都这样子，我觉得嘞，大部分都讲的高大哥。对对对对，好，我结束这样卡掉，这样就时间刚刚好。